我们不是约了赵远方吗？我来接你的。再说了，我们父子俩要不来，怎么帮你抵挡那些妖魔鬼怪啊？你这么不放心，你自己回来好了呀。公司有你就够了，比起公司啊，闪闪更需要我。反正你总有理由。好啦，走吧，走。老婆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什么？我有双数强迫症，咱们再要一个呗。你公司不叫亮亮。 或者闪亮亮，闪亮亮，闪闪，好不好？都要一个闪亮亮。行，那就今晚。嗯